所以你是爱我到底的意思喽？当然啦、啊，我爱一个人就是爱到底啊！哇塞！我在10月1号的时候收到了法院的通知，就是马先生的太太杨敏婷小姐要提出告诉。所以你是爱我到底的意思喽？当然啦、啊，我爱一个人就是爱到底啊！哇塞！好闪！听了这句你最开心了啊、丝丝一点点你的记忆，一声声一句句浮现心底，怎么舍得你就这样永远分离，爱一生差一点不能一起，等一天等一年忘掉自己，却忘不了你说放弃，但生爱你。我以前不想失去的是唱歌，但是现在其实不是。你现在只能选一个东西。我现在不想失去的是王彤。然后其实我刚刚唱那首歌、除了讲主妇之恋以外，其实最后一句说放弃但深爱你，其实 我永远不会忘记 我有一段日子是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，我一段日子是长达40天，连自己的名字都忘记。我知道你有那个。但是我怎么样都记得，我爱他。融入你的世界，只想他。